循着1700年的足迹，情怀灯彩在光阴中承转，流淌着情怀的记忆，在夜幕里燃起，凝结着扎灯人的故事和人们的期盼。和大部分南京人一样，对他们来说，情怀灯会承载着儿时的记忆和美好生活的愿望。灯其实给人最好的是情感的交流。从小在城南长大，小的时候就盼着过年，大人可以带着我们到夫子庙去买一盏灯。而有些人，他们是点亮灯彩的世家传承人，对他们来说，几十年就是一辈子。这个灯彩就是我家里面是祖传的，在我童年时期就开始接触这个灯彩，一直到如今大约是60多年了。在这个灯彩方面倾注了我整个应该讲是一辈子的心血。离南京100公里远的安徽当涂，有一家人与情怀灯会结缘几十年，对他们来说，情怀灯会是一份眷顾，一种见证。我们年年春节都要到南京去过年，来了嘛，当然要到夫子庙去逛灯会、看灯彩，一年就那么几天，和家人一起来观灯，它象征着团圆，象征着喜庆，象征着吉祥。还有一些人，情怀灯会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责任。打造一个情怀灯会的一个文化品牌，让这个情怀灯会更好地保护、传承、挖掘和创新。他们努力让优秀传统从南京走向世界，走向未来，这是一种梦想，是他们对情怀灯会怀揣的热忱之心。通过这种国际化文化交流这个平台，把情怀灯彩带到了米兰，到了纽约，到了伦敦，到了加拿大。我每次到一个国家的时候，我都感觉到我们是中国人，我们是中国的手艺人。40里灯光不绝，城内外百万人家。如今，情怀灯会沿着秦淮河，顺着明城墙，映衬着老门东的青砖小瓦，呼应着大报恩寺千年的福脉，装点着河畔的亭台楼桥，给过去一个未来，让更多的人了解情怀灯彩，了解情怀灯彩的文化。要做精品，做好的东西，让我们世界所有的国家更多的了解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。又是一年灯会，依然十里情怀，烟波倒影中，相逢皆为踏灯之人。情怀灯会凝聚我们所有的希望，连结我们共同的梦想。